你讲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射箭选手汤志军。那非常开心，就是大家来接机这样子。那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明德高中在为我们加油。那其实不管是每位选手都是努力到这边，那回来就是一定会希望先好好休息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荣耀跟喜悦，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努力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宇轩。那谢谢大家为我们支持这么久，那我们在场上也有人发挥出最好的表现，那期待下一次大家都能有更好的表现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子祥，就是今天就是很感谢大家，然后还有帮忙加油我们的各位，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师长、老师、同学、学弟妹，很感谢你们来这边接机，然后为我们加油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雷千颖。那其实这次比赛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都是非常努力，然后也很享受在这个舞台上面。那当然可能在比赛过程中有一些遗憾，但我相信是更多的收获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，然后感谢各位给我们的支持跟力量，也谢谢各位来机场接我们回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邱一晴。谢谢大家对圣恩队的支持，我们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琪。谢谢我们的教练团队，还有我们背后付出的队职员，像物理治疗师跟防护员，我们不会放弃，会继续努力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女子队的教练，好，在这里感谢各位媒体，还有各位我们台湾的支持我们一路走到这里的每一位，那也辛苦选手了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继续把下一次的奥运讨回来，谢谢大家。 TVBS 大运动家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豪，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 all in。